我们的民族体育队的带队老师，我们的蔡宗庆蔡老师。这几天我们的简政府，还有今天还有许多的活动，我都麻烦他。还有我们的管弦乐的李慧仪指挥，他是我们新进的南大新进的一个生力军哦，都是韩国的首席乐团的指挥哦。那未来我们就南大看得非常看好他。那再来是我们也感谢我们带队的全学员当中带队的老师们哦，我们有幼儿园的老师，还有二年级的老师，还有我们附中的那个老师哦，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参与跟投入，谢谢。